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内奸的华彩集锦。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盘神司马内。那么在三国杀里面，神司马懿确实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啊，拥有无与伦比的爆发和清场能力。那么一旦进入他的节奏啊，就是金无于此，尔等皆为飞灰。那么他这的技能连破是一直存在的，就是不管你觉醒还是没有觉醒。那么一种打法就是你可以先把人打死，然后通过弃牌攒够足够多的忍界标记，那么在下一回合得到更大的爆发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它是怎样的一个打法，因为你如果纯靠自己攒四个标记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时间会长一点啊。那么这个地方黄盖锁的应该还是比较科学的，这个贾诩应该还是比较偏中的，因为这个姜维贴着主攻有点偏反，那么贾诩这个乱舞对这些反贼已经打击，同时你这个乱舞也是可以帮着这个黄盖的嘛，因为他是体力流失，黄盖可以发动一下技能炸翔。好，看一下，那么这一下这一对主中啊，帮我们把场子全部已经做好准备了，你看大家都残血了嘛。好，那么这个地方张新彩也是反贼，我说过了，那么我们知道有两个无中，那么我们看看待会儿能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就是先当个白板，但是只要能把张新彩打死就可以了，看看我们这运气怎么样啊。无中生有，好漂亮，那么顺手牵羊，那么这张杀。好，这个地方只要打死了的话，下一回还是我们的啊，我们这个时候牌是足够的啊。好，这个地方然后可以丢啊，丢完牌然后就一鼓作气破敌制胜。好，是那个地方开一下啊，过过还要杀。那么这个地方我个人感觉啊，就这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稍微斟酌呀，就是你刚才是不是应该先发动技能制衡的，因为你那个先制衡之后过点牌保证把人打死嘛，这让你运气还不错过来一个 AOE， 要是没有把人打死那么就 不存在你的回合了，你看打死了人之后啊，那就完全是进入你的节奏了。好，那么我们自己来啊。好，杀，因为那个已经清过桃子了嘛，所以说有那个大家也都是没有什么货了，所以说我们这张就没有用完杀了。好，这张过牌，那么还是我们的回合的。好，火攻我们来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地方直接打，漂亮，因为刚才成功也没有救他们嘛，所以说成功应该是忠臣。那么还是我们的回合的，你看还是我们的回合，直接来。那么这一家还是非常给力的啊，你看再制衡一下，因为那个牌会越用越多的。好，杀一下，那么没事的啊，这个地方的话开个万箭，然后我们有一个桃子，那么这边还有一个九杀的过河山摇，能用的先把它用掉啊。好，那么下一个还是我们的啊，侠是我们的，那么这个地方他保险也用了一下完杀，其实黄盖甩应该没货了，那么这个地方没问题的，因为忍界标就够多了嘛，就是那个做到万无一失啊，好评啊。好，这个地方我们来啊，你看到没有，只要进入我们的回合啊，全场灰飞烟灭啊，都是我们一个人打的，这些人后面也属于游戏体验极差的那个感觉，没办法，只要进入节奏的神司马懿是挡不住的啊。那么这个武将的话，我希望大家运气不错，开神将宝箱都能够开出来啊，就是如果想要就是提高三国杀的水平的话，玩神司马懿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这个武将你玩得好的话，对于神司就是三国杀里面你的那个大局把控，包括细节的这些把控啊，都是有绝对意义上的提高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啊，这一盘的话用了这个李儒，那么无中生有，看一下啊，这个地方的话，嘿呦，这个我蜀香香一身装备可惜了，你要是吴香香就爽了。好，那么反贼，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把的话，哎呦，这个地方驼子是反贼，那么这一下悲剧啊，他不是吴香香啊，他要是吴香香就可以消机了，这不蜀香香。那么实际上如果是我啊，我当主攻啊，我会选那个吴香香的，因为在非主流主攻里面，吴香香如果有那个手气卡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用的，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要有手气卡，那不然那一身这个基本的没法打了。好，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一把哦，是第一轮还好，第一轮身份应该已经明了，第一轮的身份。那么这一把反贼来说的话，那个和主攻方差不多，也算是军事的，因为这个地方贾诩位置有点尴尬，他夹在这个主攻和内奸之间嘛，而且那个主攻方状态也还不错，你即便开乱舞恐怕也很难把孙尚香瞬间打死，而且这个画陀是借画陀，就是不能稳定的回复的嘛。当然主攻方这边也是有点难控，因为有这个左慈，他左慈是有这个小刺猬的化身嘛，那么不着急啊，我们慢慢控场啊，毕竟玩内奸就是说经过漫长的控场获胜才是那个主流的，那个大家可以见到的啊，毕竟像神司马那种一轮清场就是说尔等灰飞烟灭那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觉得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耐心。那么这个地方张威一张牌，他也要那个觉醒，感觉亏了点啊。那么不管了，他觉醒对我们来说是好事。那么至少来说，那个你是进入这个状态了嘛？以后我们控你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难度了，不然还要考虑你觉不觉醒。那么这个地方左子两张都用的是宗师是对的啊。如果你换成刘表，不要傻傻用那个自首的，你用自首也是存三张牌的，因为你没有两个技能的嘛，就自首和宗师只能用一个，那你还不用宗师呢？至少说你用那个一旦那些牌用不掉，你是可以那个存的嘛。好，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地方贾诩这个 A 的话，其实也可以开吧，开让曹冲卖卖血嘛。好，那么这个地方杀。其实这个地方打孙尚香，倒不如打那个张飞啊。你看张飞不是觉醒过了吗？那么这个地方驼子很讨厌啊，驼子一直在拆牌。如果孙尚香觉醒了的话，就至少不怕你驼子拆装备了嘛。好，决斗一下，看一下啊。因为这个地方驼子是有一个明的这一匹那个木牛流马在，所以说曹冲就没有发动技能了。好，是看一下，那么看来这条反贼，哦，这条反贼想直接突孙尚香了，那么也行，突孙尚香的话，那个因为后面有个贾诩，一旦你能保住的话，那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要把贾诩干掉了，不然的话。好，顺手牵羊，那么我们顺一下啊，看一下什么牌。哎，这一下的话没办法，直接给他来一下啊，看一下。那么这个地方的话，看贾诩开不开大了啊，贾诩开不开大。好，那么应该会开了吧，这个牌得开大。那么哎呦，这个地方有点危险，因为你看如果这个地方马超有一张杀怼过来的话，这个他是玩杀的。结果那个，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说留牌，可能马超，当然那也方面可能想到那么远啊。如果有一张杀的话，他可能就把游戏直接结束了啊。因为确实八后卫那个贾诩有点敏感，就是在于他能够直接一招致命的嘛。好，那这是先那个留住了啊。那么贾诩的大已经开过了，哎呀，这个地方把他放回来了，把他放回来也没有什么关系。放回来的话，只要那个。他不把主攻推了就可以了。好，打掉。那么这个地方左慈还是可以发动一下的啊。左慈的话，发动一下技能，发动一下这个技能，给一下这个主攻这个牌。他化身这个王毅这个技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了。用一下秘技，然后再用一下真力。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看一下怎么玩啊？好，给好，那应该可以开大了吧？对，这个开大了啊。他一直就是说。也没有这么好的开大飞，但这个地方开大还是不错的啊。这个地方的话直接可以把他们两个都带飞，而且这个地方曹冲应该还是会丢很多牌，你就两张牌，最好帮我把老妖怪打掉啊，看你丢不丢了。好，那么漂亮，这个地方老妖怪也没了，这个地方进入我们的节奏了啊，漂亮。然后顺手牵羊，然后杀。那么待会儿还可以继续把这个贾诩怼掉啊，漂亮，这一下给力咯，然后杀。好，那么这个地方那个过河拆桥，那么可惜那个灭迹我们用过了，已经对这个化破用过了，要是能多用一次就好了。当然这纯粹开玩笑了，因为你灭迹的你放这么多黑锦囊，虽然说你不能对贾诩使用，但是你可以灭迹的嘛，灭迹也是很给力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一盘啊，这个蔡夫人大战诸葛诞。诸葛诞当主攻有点坑内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啊，这一盘的话，这里面的话那间啊，当然你用观音瓶啊，用那个元素都可以啊。我用的元素是那个 SP 元素的，不是那个标元素。那么这把用了蔡夫人，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蔡夫人这个武将强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是当然你当内奸的话也不是不行，只不过那个你这个限定技用的话，可能就收益没有那么高嘛。因为你严格意义上没有真正意义上你的队友，那么如果你还是当中当晚，你可以迅速搞一身装备，然后把这个线周出去，啊，这就很棒了啊！好看一下啊，那么这个是中的，这个肯定是反贼啊！你这诸葛诞里面，你小胖子，你要放血给他吗？好，那么小胖子够狠的啊，小胖子够狠的啊！好，那么这个地方丢一下，没事的，这个地方那个貂蝉的话，他也搞不到我们了，因为我们是女的嘛。貂蝉的话，看一下貂蝉拿什么？貂蝉拿了一个决斗，那他应该是搞荀彧了吧？好，那么反贼果然啊，这张看来是要盯着这个荀彧逃，这个是忠贞啊，他身份应该已经明了。
那就明了。好，我们看一下啊，那么啥没桃子，不过开局嘛也正常，诸葛诞六张牌没桃子，那么瞬间打了一个忠臣，那么打了一个忠臣的话，我们小内也可以，那么小内就可以那个放心大胆的去打这些反贼了。好，那么我们过牌啊，因为这个段已经死了一个忠臣了嘛，我们的装备就是那留着的。好，看一下，嘿，这个地方还真够狠的，这都可以那个过这么多牌。好，无懈可击。好，看打一下九杀，那小胖子刚才怼我们这个荀彧，哇，给你九杀。好，这个段看小胖子放放拳，放拳漂亮，你一放拳你的刀就没了啊，拿来吧，嘿嘿，这个刀我们正好想要的。蔡夫人也是非常非常克制小胖子的，那么在这个小胖子主攻局里面，蔡夫人如果当忠臣，就是说差强人意，不算是特别差，但也不能说很好的选择，但是你当反贼就很给力的啊，一旦小胖子敢放拳的话，你就可以那个稳定的发动技能的嘛。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下给力啊，那么反贼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继续过牌啊，就是说只要是那个他们动不了，我们都可以过牌的嘛。好，那么待会儿我们把这几个乐可以给他贴一下的啊，最好小胖子的人头归我们。那么哎，那么这个段给劈了，劈了应该是，那么这个段貂蝉也是傻，一个桃子你也就你桃多嘛，而且大家看到没有，一旦被劈死了我们也可以过牌的，所以说那个我们是占尽了天时地人和的。好，乐不错吧，都乐一下啊。好，那么现在局势的话相对来说就明朗一些，因为现在死了一中一反了嘛，那么你看这些人的话动不了，我们都可以过牌的嘛，你看我们这过牌还是比较搭的啊，而且你还可以撸那些装备的，你看我们现在身上已经几个装备了啊，那么再搞一个武器过来，那我们就那个瞬间神装了。好，那么这张看一下啊，诸葛诞的话觉醒一波，其实那反贼刚才也可以选择不打他的，那么不打他的话他就那个处于一个满血状的，那么打完之后他就是那个觉醒，当我觉醒之后他就有那个负面技能了，他就要崩坏了啊。好，南蛮入侵杀，那么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挂了啊。其实刚才这一下的话，他用那个寒冰打那个张春华，他们两个也是有点问题的啊。怎么一个出杀，另一个那个出闪呢？就两人没想到一块去，这下损失大了。不然的话，当然那个貂蝉，如果刚才他那个桃子就人头归我们了。好，那么我们继续啊，万箭齐发，漂亮。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因为有一身神装啊，我们这个优势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好，杀一刀。可以的，你看这两个反贼还在这个铁锁上面呢，所以说看能不能劈了，只要劈了就漂亮了。好，神手牵羊，看一下啊。那么太子慈应该还能再做成贡献啊，那么这也算做贡献呢，就算给劈死了的话，还有闪电也是我们挂的，你看还给我们补过一张牌了啊。啊，果壳拆墙，这张不怕啊，诸葛诞皮糙肉厚的，随便杀啊，你杀反而帮我们的忙了。看一下，我用了补益，嘿，你这个还不如用那个琉璃呢。你用琉璃的话，这就是主攻杀，但是我们杀你，你是可以那个，你可以留给主攻的嘛。好，杀一刀，你看这一下漂亮喽。好，直接把人头收掉。那么看能不能把人头收掉啊？那么没有的话，你就慢慢控啊，你没有你就慢慢控。好，普通声友，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话过牌，你可以这个地方先控一下主攻的，控一下主攻，因为你控一下主攻的话，这个也可以把反贼的仇恨吸引过去，你这个地方如果一直打反贼的话，可能那个反贼也会来怼你的，这个地方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对主攻进行那个压制的话不足以威胁主攻的生命威胁，更重要的在于让反贼不动你的，所以说玩主内反的时候不只是技术上的比拼，也是心理上的比拼的啊。好，杀一刀。那么没事的啊，主公还有五血呢，大把，他现在的血是我们俩在一起呢。好，那么差不多的时候再开始动这些反贼啊，而且你后来动反贼的时候，反贼也骑虎难下了，因为他的火力已经全部砸在这个主公身上了啊，所以说那个他估计也回不了头了。好，这个上可以杀了啊，杀，哎，漂亮，没有怼死。好，兵将呢，可以啊，你这个时候你再来打我们那些你又划不来了，所以你只能打主公了啊。
好，那么这个张春华明显比不过我们今天有一盘内奸的，这个要后面的压台等下来看出来的，那么被打死了。那么这地方好杀，那么杀杀，那么这两应该怼不死我们吧，我们还两个桃子呢。好，杀一刀，杀一刀，那么我们这有桃子。好，诸葛诞的三板斧抡完了，抡完之后我们看一下无中生有，过河拆桥，哎，运气不错啊。诸葛诞本来这个说实话就有点坑我们这个小内，那么现在进入这个阶段我们就不怕你了，你一旦被卡住距离啊，我们就可以过牌的，那么你要那个崩坏才可以多过一张牌，那么我们这样把距离卡住，我们是可以无损的过牌的。好，嘿，你这地方人品这个地方他还不差加一码吧，你就不怕你一直被那个距离卡住吗？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五谷丰登，嘿，这张人品真不错啊。好，那么当然你也有可能断杀，我都不信你人品一直那么好，你一直不断杀，哪有那么好的人品，你总有忍不住的时候吧。好，桃园结义，好，五谷丰登，那么没事的啊，慢慢跟你磨啊，你诸葛诞的那个好马拿过来啊，嘿嘿，我们只要卡住距离，你诸葛诞就完了啊。那么你总有用不了的时候吧，我就不信你一直人品那么好。好，杀。那么当然这一把这个限定机就没有办法使用了，这确实是蔡夫人当内的一个算是一个小问题吧，但是没有关系的，我们靠这个限制我们照样可以的啊，靠这个窃听可以的，这限州我们用不了，但是我们可以窃听你的嘛。好，那么现在的话诸葛诞乐不思蜀国也，这诸葛诞真的有点欧的哦，他每回合他都可以对我们用牌了，你这么强悍吗？我还不信了啊，对不对，你总有你不行的时候吧，哪有那么好运气。好，杀一刀，哎，当然这也对的，因为你总是对我们用牌，所以你摸不到闪啊，嘿嘿。好，那么杀一刀闪，那么这个量级帮我们劈了也不怕，我们有这个桃子的啊。好，那么诸葛诞这个段已经明显力不从心了，他已经那个完全顶不住了啊。好，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地方丢啊，嘿嘿，你总有忍不住的时候，那么而且你总有，好，这个段杀一刀，那么闪，那我们看一下啊，哎，我们自己也是那个，哎，这个决斗漂亮啊，这个地方决斗漂亮，这个决斗给力啊，那么诸葛诞应该是完了啊。好，这把劈中了，那么这一把我就说最后一个问题的，你看一下他最后的动作啊，这个动作以前就昨天我在群里面大家投票过的，其实这个争议还是很大的，那么只不过这一把他控的不错，所以说我把这个问题拿出来给大家说一下，你不要做这种多余的动作的。